我叫袁若涵，是一名铁路工人。现在巴德信号公司工长，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好铁路信号设备，确保列车运行安全。巴德信号公司管内的车站，大多位于山区，位置偏僻，地势险峻。我们需要先乘一个多小时的汽车，再步行经过田野，最后乘船才能抵达检修点。 没有坐过船的职工，刚开始还不太适应，慢慢的也就习惯了。其实江上的风景特别好，晴天的时候像一幅画，雨后的江面烟雾缭绕，像仙境一样。冬天山里的风速快，温度低，信号设备还特别容易结冰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就会直接影响设备的正常使用。 如果遇到抢修任务的时候，我们就只能在临时休息点吃个便饭，简单休息一下。虽然很多人可能不了解我们信号工，但是在铁路运行安全中，信号设备很重要，就像一个人的眼睛一样，一伏的电压、一毫米的误差都会影响到。 我们的任务就是让铁路线路一路明灯。